下就请蒋先生为大家演绎这个《从小一米一米》。我记不住那东东，又光又细又稳定，这只看什么东？好像蒋先生就是一个非常聪明、诙谐，然后反应非常快的角色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动作其实是比较夸张的，然后很无厘头，然后当然他因为他的是很比较聪明、反应快的，所以他动作呢其实也会比较快。但是其实这个丑角的话，因为他比较没有偶包啦，所以呢他各种动作其实都能做，不像宋安贞可能就必须知道那个一线男主角的那个偶包就比较重，那请蒋先就不用了。好，谢谢请蒋先，谢谢。